来归心。赵金宝，这款火线哦，小姐无凊彩杀几十个啊！啊，你若爱啊，赶紧的，得去赔。王胜志，你好了好了好了。王胜志，你莫想摇摆，想讲食食都无代志，明仔我就去告你，也告你，赖丽珠，你家己唔知影检点，阁派查某人偷来暗器，去予人掠包，见小邓生气，怪为我遮来，阁利用机会公布私仇，即马有错胆会予我扣啦，我都无想要留伫咧天神啊！我相信蔡董的一定会拼赢天神，另外何佩奇走到倒位无头路啊，敢有需要做酒家女的下手？洪信天啊！洪大，你怕人啊？小朋友怕人，你唔赶快给我跑啊！爸，蔡董，你有代志无？蔡金宝，我忍你这么久啊！过去我不爱跟你计较，你却愈来愈超过。我身躯边一啊一个人拢互你糟蹋，连阮斗阵阿水啊，迄个还未出世囡仔，你也放伊煞。今日国家亲门头，走来阮天神闹代志啊！你甲恁爸听好清楚，我蔡金炮毋是白白去用拍的。卖伫遐搞废火车啦，出去！我会出去，话讲煞，我自然就会出去。白目子啊，你甲恁爸听好清楚啊！这个脾气，从今以后是我蔡金炮咧管。假如果你真正敢甲卡着，我无甲你骗，恁爸绝对有你亲手亲手，唔信再甲恁爸试看卖。好吧，卖我讲，行。赵金宝，多谢你帮我清理这个笨手。信姐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何佩奇这个人袂当信任的，你就是唔听。真正饲鸟饲得假宝地，但今嘛，咱客户书哦，拢会看了了啊，我是要安怎收尾？万一若是知影咱客户书的重点哦，咱要标海港是还真困难。哎呀，是啊，海生，因为大意，害公司造成遐尼大伤害。不要紧啊，有时咱有时间，有必要客户书定下，应该有。啊！阿妈好加载讲，姐姐无扣分，咱家赶离开天星，发现高家过来甲咱通知。啊，若无，毋知要有迄何佩奇骗个良心。这拢是我应该尽的本分。姐姐，多谢你。反正心情是我误会你。姐姐，你敢有愿意搁转来天星上班？做你来的地主，欢迎你回来天上班。多谢董事长。哎呀，飞机啊，飞机，飞机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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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要走对啦，啊？是安怎？啊，你好些。我先叫伊转去公司啊啦。浩哥，你老实讲，我何佩奇敢真正参上伊讲的遐尼啊下贱？来来来，大家坐坐坐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莫伤心，莫伤心嘛吼。我想拢无，是安怎讲实话，会互人安尼估计，连王家。我予人当作奴才，安尼欺负，啥物人拢会当对我大细声，安尼，我是安怎阁会继续留伫遐，予人糟蹋啦？哎，好啦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啊吼！王家伊口上讲的话，你拢莫去听，拢莫去信，你拢袂好过的啦。我知影你绝对会真伤心，但是讲你嘛真憨呢，有这种代志当初是咱唔甲我讲，我都袂带你去白话子的公司啊！你讲是毋是安尼嘞？拢是你啦！迄客户书都已经提过手啊，讲要转去天神，让伊有机会安尼对付我。哎，好啦，别记啊，甲以后有我许个靠，
你蔡明是要创啥啦？贝奇，你听我讲，只要咱两个联手，甲天成武的道，我相信以后绝对无人敢侮辱你。我嘛敢甲你保证，无人敢甲你呛声，安尼好不好？赵金宝，这款火线嘛，小姐无凊彩杀鬼贼的啊！啊，你若爱啊，赶紧的，提起赔。贝奇啊，贝奇啊！ 哎呦，拜托了，莫哭了，我上惊走人哭，莫呢莫呢，哦，你若哭，我做唔甘。手机来，目屎拭拭，目屎拭拭。哦，乖乖乖，笑吼。好啦，莫阁哭，莫阁哭，你做你放心。哦，以后我绝对会听你。唔管安怎，拢有我咧保护你，你免惊。你做你放心，只要我蔡进宝把这个海港上起来，煞变满做起来以后，佩奇啊，你就出头天啊呢。浩哥。 你若是唔肯收留我，我就走投无路。哎呦，佩奇啊，做你放心啦，我不但收留你，不但照顾你，而且我会疼你一世人。哦，以后你规家伙拢靠我，拢靠我，哦，乖乖乖，无代志。 早就见过你啊！你就是唔听啦，饲一只遮尔大只的鸟鼠，第一咬咱家的布袋呢。拢几岁啊？好人歹人拢分袂清楚。妈，啊，恁是一直甲当作好人？囡仔人有耳无嘴啊！先天，予伊安尼误落去，公司敢毋阁受到什么打击？袂啦，海港城客户啊，性情甲天作阁受改过就好。 哦，家在啦，是恁阿嫂发现这查某有问题，处处咧提防伊，才无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。我知啦，我已经将阿爷阿嫂认错。妈，放心啦，信是袂阁相信伊何必去啊？自你少年到即马，唔管你犯偌大过错，我拢一直甲你徛做伙替你讲话，迄无表示你都无做唔对呢。 是我这做老母的心肝，捡骨柄大细心。讲一句良心话，恁阿嫂替咱这个家付出真是真多，伊即马已经甲爸爷股份交出来，你就袂晓阁无了介意。我真清楚啦，妈，不管是你啊，阿爷，还是阿嫂，恁安那骂我、为我，拢是为我好。 我会当了解恁的用心啊！以后别个恁吵烦啦吼。其实这届哦，我已经交给听不好贝奇的面目人，是佳佳嘛，不是我。有影啦，佳佳这摆哦，真正替咱天成地把大功，而且咧生意场上，伊确实一个真难得的人才，我已经正式邀请伊回来公司上班啦。爸，佳佳讲倒来天成。 遐狗仔队着讲目标群众啊！拢已原谅我，不讲这要创啥？三年啊，佳佳对咱天成有功呢。恁爸安尼做无唔对啦。天泽已经毋是三岁囡仔，查甫人咧真正要偷食哦，着算你用铁链啊甲链条的，嘛是无路用啦。阿嬷，我无啊。这我真清楚。 啊，不过咱嘛无必要替伊出一次机会啊。佳佳有功，咱会用论功行赏，可是要予伊偌济钱，也是讲买另外替伊找一个头路，敢有必要一定要请伊转来？三妮，你甲吕哥姐仔甲咱斗相共是为着钱？我只是譬如安尼讲。三妮啊，佳佳来我天成确实有真大帮助，而且海港城的标案嘛真主要会斗相共。 我也相信天助，伊家己做代志有分寸，即件代志我已经决定啊，都免阁讨论。对啊，星姐，刷来，等下麻烦你把天助做伊家客户人修改一下，啊，毛佳佳哦，做伊去讨论。我都唔信，蔡进宝用偷的，甲这么大的标案偷摕去。 弟弟，木华。 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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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。爸，你回来，啊，你要紧吗？为什么有要紧？拄只阿妈打电话回来讲佩奇的代志，我想你心肝内一定足艰苦的，你一定受这大打击对无？小可代志，唔免放在心肝内。爸，你莫阁惊啊啦！我知你对佩奇有淡薄感情，我嘛知你伫公司对伊真器重，伊安尼出卖你，你的心肝内一定足艰苦的。婷婷，爸爸一世人哦，对事业野心真大，但我对感情要求真少。爸真心爱恁，爱恁妈呀。自从恁妈过身了，爸也无可能哦，搁去爱另外一个人。啊，不过我看迄何佩奇拢一直对你高高甜。迄是家己自作多情啊！唔管阮较早，伊在爸身躯边也好，即摆去跟蔡金鹏嘛好，爸甲伊哦，拢无可能有任何结果。是啦，婷婷，你就免烦恼啊。见迄个何佩奇即摆反背爸，爸就甲伊啊，应该不是好瓜葛啦。本话讲了无唔对，爸今日心情真好，卖讲这破坏爸的心情好不？永华生。咱今日毋是哦，好我出来庆祝一下。庆祝？出这种代志有啥物好庆祝的啊？你是知影啥？要对付蔡金炮的代志哦，已经大大有进展，当然嘛要好我庆祝一下。爸，这何佩奇走去蔡金炮那边，一定会把咱亲戚小孩机密讲予伊知。这到时阵，吃亏的是咱呢。你唔得赶紧想办法，啊那无，咱公司会受到真大的损失呢。放心嘛。爸哦，拢想好咧等伊啊。唔管讲蔡金宝是偌艰巧，伊拢想会到伊家己中计。这回哦，伊绝对无办法躲过我的手中心。爸，听你安尼讲，你应该早就封闭啊。爸，刚刚何佩奇要出卖你，你怎知影？你别问较济啦，为着从今日开始哦，蔡金宝一举一动拢我控制掉。过去欠咱的，这回哦，拢做一摆给吐出来。阿哥，婷婷啊，你若是真正关心爸的代志哦，你着较早回去天妈上班。阿惠，你天妈早班嘛是要交予你啊。两早哦，了解公司内部的状况哦是如何啊？好啊，惠弟，我最近感觉，大刚待在厝就无聊的。不用去啦，爸，婷婷今麦阁不用出去上班。阿你唔讲婷婷恢复了袂歹？我是要甲伊甲关喺厝诶，这我知影啦。要毋过婷婷才拄回来无偌久，我阁需要观察一阵啊。孟华，我知影你是来保护我，啊，毋过我已经无问题啊。我若是当去上班，加接触一寡人，我咪较快乐啊。哼，记得咧，婷婷，明仔带爸来公司上班。爸，你别安尼做，外面诶人遐尼复杂，我惊婷婷会受着伤害。我安尼做拢是为着你好，你一定要听我。好啦，我听你的。文华，你陪我婷婷去公司，是因为你有专业的考虑，还是讲你有其他的私心？爸，我安尼做完全拢是为着婷婷，我绝对无私心。爸，这叫文华意思啦。我去天妈的代志，过几天再讲啊。好啦。以后就好讲啦。好啦，今日晚上咱再庆祝去，吼。好，无代志啊！好啦，莫甲哭吼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。迄毋是我咧操蛋呢，若讲着钱哦，所有代志拢包在我身上，吼。那是钱的代志啊，还阁有心内一口气啦。你已经答应要听我，绝对袂去后悔哦。哦，迄当然咯，我蔡金炮一向是讲话算话呢，吼。哦。那恁明仔，你就把海港城招生的名单拢做给我啦，
我一间啊一间啊替恁走，我绝对保证哦，让恁拼赢天成，把这个开发案撤落来。是讲迄个代志，我已经交阮大炮去处理了呢。大炮还佫有真侪代志爱做啦，唔免连这种杂七啊工课都叫伊去做。还是讲，你佫咧怀疑我对你的失忠哟？哎呦，哦，天地良心嘛，不计为数了，不计为数。好啊，资料是不是明仔载就会当提给我？我看这件代志，咱过一阵嘛再佫讲啦，吼。过一阵嘛，你佫讲你相信我，要甲我斗三公，炮哥啊，你实在是足无良心的呢！我为着你甲王家毙命，我敢会要求你啥？我敢若想要替你做一寡代志，让王家好看，你都安尼提来提去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咧骗我，想要吃我的豆腐啦！哎，哦，你千万唔当乱想哦。我蔡进嘛绝对唔是迄种人，我是路见不平哦，看王家安尼欺负你，唔得跳出来要替你主持公道的呢。好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就给我亲手报仇啊！等你摕到表迄天，我会让因知影，恁所有的厂商拢是我招来，是因为因得势着我何佩奇，天成才会败到遐尔凄惨。对，一定要让天成知影你的厉害，你绝对放心，明仔载我会叫阮大炮，把所有的资料给整理好，我随送来给你。真实的哦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阿哥，我都知影你对我上好。当然啦，对。哎呀，你做你放心哦，只要会当让你欢喜，你要叫我做什么代志，我拢答应你，哦。你嘛知影，讲我差劲吧，即摆虽然讲事业愈做愈大。不过你敢知影，我心内足空虚的呢，真难得。这拄着参照你种的风寒天气哦，我带金宝一定会好好珍惜哦。我嘛跟你同款哦，我想要永远哦，拢做你的知己。安尼就对啊，无枉为我带金宝安尼疼你哦。唉，是讲我无甲你骗，我特工转去哦。看到阮家一个差别哦，吼，安尼只疼也疼，安尼边边涩涩个，规身骨拢疼个，尤其是我的头啊，上边边啊拢疼做伙，吼，我实在足歹看到伊个。哎，我归去安尼好不好？别去。咱先参详一下吼，我银行做带他们家卖掉伊，你看啥款？你是咧滚生球，嫂啊，若是看无你转去啊，找位我家来，啊，毋是都稀烂了呀？哎，你免插伊，搭直接行下，伊根本也无咧管我死活。哎呀，你啦，我银行大堂的车，人才啦吼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什么代志拢应付你，安尼好不？啊？我报销上需要的资料，你都还袂提给我咧，其他的条件哦，都较免讲啦。明仔载，我明仔载一定上来。我真忝嘛啦，你先转去啦，我要休困啦。我咧讲明仔载要送来我哩样个。哎呀，明仔载哦，那安尼明仔载再搁讲啦，吼。哎呀，我咧，你要你叫我转去哦。拜拜。哎呀，你啊哈。拜拜啦。哦。刚才蔡清跑，嘛想要知影王家的商业秘密，才唔敢对我用强的。啊！若无银行这关，一定袂过。甚至我为你做偌济牺牲，你敢知影？喂。甚至。妈，你安怎？你咧哭？你要出来无？我就想你。今嘛袂用的，我等下要甲天晴去食饭。甚至。我为你做遐尼侪代志，敢讲搁天天食饭，比甲我见面搁较重要？你要出来无？你若是不爱出来，哪来以后咱拢卖见面？好，你到，我马上去。星期，哇，麦克，
我知你今日哦受真大的委屈，辛苦。你敢知影？除了蔡金宝，一定不清楚，你用心计较，要占我的便宜，你拢袂烦恼我的安慰哦？我当然会烦恼啊，但不过我想你家己有办法应付。小姐，敢讲你袂用讲两句安慰的话，让我的心内较好过？我即马毋是咧安慰你啊。今日伫个公司，你讲遐恶毒的话，敢是真的？我伫你的心肝内，真正遮尔下贱？当然嘛是假的。咱不是讲好啊，要用考虑计得到蔡金宝信任。不过迄个时阵，你讲到这么无情，袂输真个感觉。我看到你这么绝情的眼神，我的心就痛。我也无安尼搬伊，伊蔡金宝较巧的人，哪有可能谅解？白记啊，我知你的牺牲上大，啊，不过即马事实证明，你的牺牲拢是有代价。蔡金宝已经相信你啊，搁忍耐一下，等我标着工程，你就应该等下天星。我无才调等到迄刻，我已经无法度搁忍受蔡金宝伊对我敲来手来。伊袂即摆就放弃啊，啊，若无你尽情所付出，拢是做白工啊。我甘愿做白工，我唔愿去看到蔡金宝。我知影即摆你的日子啊真艰苦，啊，不过你想看卖，只要你会当得到蔡进宝的进步，我一定要招商的部分占优势，你咱就赢。以后你后世人的家境都免烦恼。赚到钱是够安怎？我失去的愈多，即摆你王家的人，拢骂我忘恩负义。以后我伫伊面头前。头晕那个爱起来，是靠我自然替你解释，讲你哦为王家付出偌济，牺牲有偌济，你就敢若出一支嘴，我拢唔捌感受到你对我的关心，我已经听无了，我无想要搁甲蔡进跑迄种人搏心机，我惊过安尼落去。我死甲真歹看。啊！你是咧惊啥？较早比蔡进宝搁较歹对付的人，你着拄过啊？那是啊，即摆对家己遐无信心。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人，我啥物拢唔惊。啊，不过即摆无够，我无想要让你看去。我更加惊你会离开我。但你想要倒去？敢袂？林刚，那团我甲蔡进宝，我暧昧的关系，你敢袂离开我？我相信你啊。那是你即马讲，以后的代志谁知影？我无想要冒这个险。我刚刚你既然你叫我出来，就是要甲我讲你要放弃是？不是，我是求你，卖阁让我去接近蔡进宝，好无？你叫我做啥，我拢会用去做。不用的，老细啊，无提不用的。卡叔，我若不肯。卡叔讲你若不肯，我无法度勉强。只是讲我，我对你真失望。星姐。我是真正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，但不我看到并不是安尼啊。那是因为我无安全感，我唔知影今日的付出是不是有价值。好啊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照你的期待，不过。你绝对袂当辜负我，我为你牺牲遐多，可是最后
那是一场空笑话。我会怨恨你一世人。我就知影你不是遐尼啊简单放弃啦。小姐，你无要辞职啊？既然你知影你予恁阿姨增加真济困扰，做代志难免莫安尼拖拖刷刷，该离开时就莫留恋哦。不是我要留落来，是王家人叫我留落来。那可能啊？这个情势无同款啊！拄只我替天成立一个代工，是王大亲身开嘴叫我留落来，继续为天成拍拼。发生啥代志啊？何佩奇哦。暗中甲蔡清跑见面，甲天神交上的资料给蔡清跑，好佳仔是给我坏。这个何佩奇原来是诚心未改啊！你再好的机会啊，拢唔知改过自新，果然继续去个拐骗。早若知影当初时吼，就不应该留一条生路。当初时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爸，是安怎你会断一只手？是不是跟何佩奇有关的？讲起来，拢是我吼，伤过相信你啊。迄当阵哦，伊欠地下钱庄伤侪钱啊，伊阁挪用我公司的支票，最后出破，伊阁落跑。到尾啊，地下钱庄把所有的债务拢算在我头壳顶了。所以，就断你一只手。这种代志，你哪会这么简单就放伊煞？姐姐，我也是吼，看伊吼，过得无啥好啦，想要给伊一个吼自新的机会啦，想袂到，伊竟然利用我对伊的好意啊，伊继续去害人啦。这种人根本就无应该给伊机会。这回好佳哉是我发现，若无吼，一定会造成天性无法度挽回的伤害。是啊，天公听好人嘞，啊，若无哦，造成伤害啊，我对恁阿姨真正是无大交代。刘老爸，即马何佩奇走啊，董事长阁叫我继续留店天成，依你看，我是毋是爱继续甲天主斗相共？姐姐，已经大汉了，这是你家己的人生。我无多替你决定，我相信你应该知影安怎做才对。爸，多谢你。还未到？我打电话落过啦，应该随到。阿妈，你今日做甲遐尔粗糙，有人就要来哦。是啊，恁爸有请姐姐来吃饭啦。伊这回替咱天成立大功，应该好好甲鼓励一下。我嘛唔知伊会来哦，迄是爸邀请，跟我无关系。三妮，你开门哈。三妮，这久无看，姐姐，这久无看，欢迎你来。阿妈，王总诶，老师弟，阿姨。阿妈，哦，多谢哈。三妮啊，佳佳为着公司吼做遐尼济代志，伊嘛保证绝对袂甲天主乌白来，你著莫阁甲伊食醋啊哈。阿妈，我无食醋啦。无食醋就好啦。佳佳，我知影恁之前有真济误会。啊，不过代志过去就好啊，千万唔通扣分哦。阿妈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其实之前会发生这么侪误会甲困扰，拢是我的唔对啦。我若是较注意的，莫私底下甲天主见面，应该就袂有这么侪麻烦的代志发生啊。佳佳，阿姐哪会当怪你啦？你是公司的员工，而且佫是天主细汉囡仔伴。
卡叔因为为了配合咸，大家拢买来往，安尼毋是足奇怪？拒绝我的将心比心，体谅下你的心情啊。搁再讲，伊才是天祖的太太，我爱徛伫个场替伊想看卖啊。卡叔讲我若是伊，我嘛无希望我家己的翁婿，是你甲人甲别个查某人做伙。姐姐，你确实真体贴。哇，阿舅嘛，代志拢讲开啊，应该无问题啊啦吼。是啦，三年嘛回来啊，大家以后就好好斗阵，莫阁有人激气晒太啊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三年拢毋是遮尼无度量的人，而且我嘛袂囥你心肝内。三年，你讲是无？是啊，阮就莫阁计较啊。既然安尼，姐姐继续留伫天星，大家应该拢无意见的啦，吼。好，天座，以后姐姐在公司，你一定要好好甲照顾，袂用受委屈的。爸，我知影啦，你放心，我连做一个上好的头家。姐姐，以后伫个公司，得麻烦你帮助天座啊。你放心，我知影要安怎做。好好好，大家心肝拢掏开啊。以后就要欢欢喜喜，亲像一家人共款啊！来，你两个人握一个手，把过去的误会拢放袂记。小妮，好啦啦，进来吃饭啦，阿婆菜拢凉啊。阿姨，歹势啦，我爸爸的公司有一寡代志要处理，我是专工来给您回信的，我挂断去。是讲袂用个来，卡上电话来就好啊。咱来专工走即撮啊。安尼较袂失着恁个礼啊，就歹势，我也先来转啊。好啦，无阮连工啊，再去请你。林总，阿伯你送姐姐。啊，好。阿伟英，卡一摆剃头呢。嗯，大家再见。姐姐，卡顺利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样。我最近吼有也是老糊涂啦，竟然连好人歹人都分袂清。进前吼，把佩奇当作是宝，把佳佳当作是歹人。妈，卖过你哦，罗佳佳，伊只不过是发现佩奇的代志，啊，恁大家甲当作宝，卖袂记嘞。伊是李世民的查某囝。性质啊，咱用人吼是看伊的能力，伊是啥物身份、啥物背景，这无重要。是啊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哦见人心。到底像是真正好人，也是歹人哦？以后恁就知啊。星驰，你莫每一件代志哦，拢要甲恁阿嫂做对。家和万事兴啦，莫阁遮事端啦。妈，佳佳卡安怎？伊是外人嘞。阿嫂哦，对佳佳迄个外人，阿煞比对家己的媳妇较好。啊，这外口的人知影是安怎讲话？三年都不讲话啊！你是咧讲啥物？搁再讲。李主今日啊，什么拢唔讲，是我甲恁阿爷爱佳佳留落来啦。你卖什么代志哦，拢怪为伊的头壳顶。我无啦。我讲无，李主对这个家的付出，你比什么人搁较清楚。即卖李主哦，什么拢顺你的意思，甲天马行哦停停，甲破坏别伊的股份嘛先让出来，你还搁有什么话通讲？我知，我即卖可能假情，我无资格怨叹。三年，我已经帮你讲话啊。啊，不过佳佳吼，年纪长红，俺可无法度跟你斗相共啥吼。三年，刚刚你还搁咧气佳佳？我无啦，我是。先壮，不要紧啊，有啥话做你讲出来。我无希望你有啥委屈藏心肝内。我是感觉佳佳会赢走的，我嘛会赢走啊。三年啊。你袂记啊？你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阵有偌辛苦？是啊，啊，大家不是拢讲好啊？你着乖乖留踮喺厝诶，做家庭主妇。公司的代志哦，有姐姐在斗相共，你着毋免操心。三妮啊，假使你若惊天助甲姐姐会安怎？伊留喺公司，毋是搁较好？因为公司有真侪人会替你监视天助，伊若想要变鬼变怪，伊也变无啥出头。是啦，你莫逐天安尼胡白乱想。你若逐天哦，不是心情歹，就是甲天作冤，安尼是要安怎生囡仔？
好啊，阿妈，三爷是一个明理的人，伊哦一定会了解的。好啦好啦，大家巴肚枵，好食饭啦，吼。嗯。哎，小宝。欢喜哦！那当然啦、啊，厝内有你这个水某，公司阁有佳佳这样高的人来斗相共，我当然嘛欢喜。什么叫做水某啊？你把我当做花干啊？你是安怎啦？讲你水，你嘛不欢喜。早知影回来这种结果，我就继续留在外口，免得来和你去。哎，有冤枉哦！这种是爸因做的决定，连阿妈嘛支持呢。所以佳佳来公司怎个代志哦？你袂用怪我，而且你拄则嘛无反对啊，是安怎？即摆甲我避免啊？我是要安怎反对？佳佳遐尔搞演戏，大家拢伫学落伊。我即马只要加讲一句，咱就跟我无道理。你卡输哦，爱人甲你学落，我即马就好好甲你学落一下。你莫甲我讲生笑啦，大家都用即款代志哦，你就嬉皮笑脸。根本就无生意要解决问题嘛。哎，三年啊，我即马根本就无感觉有啥问题啊。你都无感觉，即马所有代志拢有大人替你背书，你再把所有责任都撒掉，你都蛮欢喜。啊，我是也不应该回来。人家家即马背着要头壳顶，我连目屎都袂流。你莫安尼啦，你是我王天佐的太太呢。伊阁安怎厉害，也甲你袂比的啊！王天佐太太有啥物了不起啊？是无啥物了不起啦，啊，不过等下囡仔生落来啊，阿妈就甲伊当做宝，大家莫甲你惜命命。敢讲嫁来王家，就只有生囡仔的价值？是气煞啦！我无啥物甲你讲啊。为着你永远都袂明白。你讲嘛得袂到啊？公司的员工今年过年也较歹过，那过年对，公司的负责经营早晚就做袂到。王董来讲哦，你过去对你真失礼啦，所以想要甲你重新签合约。啊，伊那无家己找我来讲。伊知影你的公司最近的营运状况不是真好啦，一寡客户嘛因为天线的关系拢无来往啊，所以伊若来找你吼，惊大家见面会碍哟，就会叫我甲你讲啊。我知伊好意啊，啊，不过伊是跟我未死，破我未上天啦。请伊别烦恼。爸，你意思是讲你无想要甲天神继续签约？我的业务啊，也甲天神有牵连啊，都爱看人的目色。大家若要吵，变就大；讲话若要较大声，都莫有利害关系。啊，拢什么时阵啊？搁在讲这款话哦？爸。你看，这顶头的数字敢会看哩？你袂当哦，干那顾虑家己的面子，无顾虑到员工啊？是你的面子较重要，还是员工的巴肚较重要？我公司的员工，我家己照顾，无需要别人来照顾。佳佳，我已经失去我的事业。
免你阁失去我的人格甲我的尊严，啊！是王大人对不起你，伊想要弥补，嘛无算是侮辱你的人格啊。王信天，无对不起我，天生是凭什么要甲我合作？伊原本就应该找甲大金的贵人，我都无应该甲伊签约，啊，怎么解约啊？互相无相欠，无需要讲弥补。你若是接受王大人好意，事业马上就会当起色，念你就会当赚钱啊！讲紧啦，我赚来就是要怎？喏，即马你有能力、有才调顾你家己生活，爸爸都无烦恼啊。啊，那公司啊，只要我的员工有得到保障，就好啊。啊，唔过。好啊，卖阁讲，等伊。甲我说多谢，吼。好啦，爸，既然哦，你无想要接受王大的好意，那安尼呢？我的好意就是常常来公司给你斗相共，替你加油一挂生意。姐姐，你也知影，即卖你是领人的薪水啊，爱尽心尽力替天成来做代志啊，愿意半时间来我家，知无？啊？你哦，就是重欺骗、讲义气，讲来讲去哦，钱拢是别人咧赚啊，烦恼永远拢是家己咧派。我敢无让你闹亏啊？爸，你永远哦是我心目中正港的男子汉，吃物件了吧？